是你杀了我父皇。是，你要如何呀？师兄篡位。大人，陛下要杀九灵公主。走水了！以后你不再是楚九灵，你就是君真真。以后我便是君真真。今天我一定会替父皇讨回来，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有女九灵，得天赐寿。九灵她得天赐寿，怎么会葬身大火呢？你就是传闻中的表小姐，君真真吧？错了。我是君家的后人，君九灵。在下令九，号令天下的令，九九归一的九。我叫九灵，你叫令九，好不好？你很失望我不是他，对吗？你知道吗？我碰见一个女孩子跟你特别的像，我该怎么办？朱世子。这是我陆家族，你来这儿恐怕不妥，因为九灵她葬在这儿，她现在是我的王妻。交易书作人受伤和完成，伤愈合未被侵吞，短短不过十余载的人生，我竟然已有了三次婚姻，和恍如隔世的陆云奇一次，和阴差阳错的宁公子一次，和压抑绝望的表弟一次。然而这三次婚约，每一次都不真正属于我。我的余生还能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婚约吗？初三，造化弄人，如果能回去，我必不负。你为何如此关心我呢？